我们一开始切入这个项目啊，我们就直接一个准确的定位。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网红打卡地，我们要做的是经典的可以传承的东西。什么叫经典？就经典是永不过时的，每一个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都有自己的尺度，而且都有自己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。 追求在地文化，我们就是还原度越高越好。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时候，就去触摸它的时候，要舒服才好。就是还原度和舒适度，其实也是一个度的拿捏。高级，它就是要舒适。实际上，本土的一些材料也可以做出高级感。整个庄园，你跟我讲了，是个台地式建筑，是个维和式的建筑。这个建筑它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基调，这个基调就取自于大北方的。 土坯房，但是我们把它升华了，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平原上，这个给你带来的那个精神的愉悦，无法想象的美。生意背后，它肯定是要快进快出，快速消费，然后快速收回成本，快速挣钱。产业不一样，产业需要两个东西，第一需要耕耘，第二我们希望它传承。 做建筑，大的建筑，那么它还要符合整个建筑群落的一个调性，这个调性又统照在我们的地域和国际化视野这么一个大的原则下，所以它是环环相扣，要从这个每一块土地让它自然生长，这个生长是基于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性。 19年一路过来，能够有幸陪伴他们的每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。中国这块土地上是第一个枸杞庄园，在中国土地上枸杞的第一庄园，也就是世界枸杞第一庄园。